国军拿着电锯，好几人一组，在东港镇海公园清除倒塌路树，马不停蹄整理环境，但一旁却有大批民众拿着手机抓宝可梦。一定要人几百，拢总几百，啊，我总讲算大事的，啊，咱唔讲掠宝的啦，啊，掠宝我讲甲注意，我咧做行会，我今日揢到。 对比一旁国军清洁人员帮忙整理家园累的半死，民众有人躺在公园长椅，还有人翘着二郎腿。17号上午10点多，东港镇海公园出现卡比兽，当时国军与清洁人员已经整理一两个小时，一旁却冲进30多人拿着手机狂抓宝可梦，对旁边帮忙清理家园的国军似乎使不惯劲，让其他游客及当地居民也看不下去。我觉得有点夸张了，都已经这样子啊，其实说真的就是。 如果要抓宝可梦，不一定要来这地方。别人家在那边做事情，然后被干扰的话，当然会有受到阻碍。国军弟兄一人拘束，两人搬树，用最精简的人力快速完成清理工作。但国军帮忙清理家园，尽心尽力，民众却只关心卡比兽在哪出现，方便被当随便的感觉，让辛苦的国军官兵情何以堪？记者刘怡谦、陈昭谷，屏东报道。